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见有那个芥末，芥末，芥末，你有什么感觉？那个叫帐篷。帐篷，帐篷有什么感觉？你觉得那个帐篷里面是什么呀？啊？啊？别偷看。剪头发。真的吗？这个就是我为你预备好的缤纷理发店，没有，应该说精益求精理发店。精益求精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吓人呢？这个，哎，你这个都没有拉直吧？真的是，果然是男人呢。这么多年你才认为我是个男的，孩子都生了。哎呀，很棒啊你啊。好了，哇，男人是家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啊，跟道具是一样的。